位女选手唱歌中气十足，举手投足更是金光闪闪。这是你的装，你们民族的装饰吗？这个啊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这是黄金。37岁的大凤是金店老板，脖子上挂了18条项链，戴了20个手镯，6个戒指，连挂10个吊坠，也就5-6斤吧。Oh no！ 啊，我还有那个玉镯子，还有玉的，对，还有钻石戒指，也就不到100万吧。也就不到100万吧。他随便一戴，全身身价至少400-500万台币，个人财产粗估超过上亿。我有2家金店，1家电动车行，我还有1栋别墅，2套房子，1辆车。虽然大凤强调上节目不是为了炫富，但身披100万黄金又坦白身家的方式依然引起热烈讨论。加上他就单身，堪称名副其实的黄金贵族，比才艺更吸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